再用力一点，不要怕杯子破掉哦。用力的吸两口料，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你看我怎么推，放在点的前面，手握中间这边，直线这样推出去就好了哦。然后被朋友想试完了，都可以下去试完看看哦。没有优惠啊，那我去送一局啊，你要追一点就送去了哦。歪掉了哦，来一二挑战看看吗？来，先帮我放杯子里面就好了哦。这一局有四个杯子，只有你们才有。来，想试完的朋友就可以下来试完看看哦。姐姐嫌外套。想试完的朋友都可以下来试完看看哈，里面你要准备彩虹色还是一点红色好吧？你也不用推了，结束了，三局先中。一局中，三局先中。你练习啦，你玩好玩，他已经中了。可以玩，可以玩，可以玩。想试完的朋友这边下一次玩看看啊，被你压到桌面上红色还是一点点就中了哇。来，我跟你说，确定，确定了啊。来帮我接住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被你压到桌面上，我真的美了，累了。试完不用，试完不用。我想再等一下，今天拿超多娃娃呢。对，巴德新人也是好玩。直播第二圈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是有一双？我刚刚来这里的，那我们还要转台看到这两个妹妹。Hello， 你妈妈摔三个，中三个，中三个，什么东西中三个？他说100块三个。三个。那我们给你们两百块。差一点。甜甜呢？不是直接投进箱子。没有了。我没有错，我们公司的老板都很好，他们都愿意多给我们一个要求，因为自己出来，因为我们两个人，他都给我们双数。对，老板都很好，哇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对啊。这里的夜市还有一些游乐设施。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？好啊，是弹跳的。要不要玩？要不要？甜甜要不要玩一下？好恐怖！好，下次吧。我们下次感觉。不知道他们梦到什么？好想好想知道他们到底梦到什么。玩什么？他们在玩。因为里面的喇叭声音很大。这是什么？崔健。崔健，好特别啊，没玩过。卫生馆，这是崔健。快一半就好，一局100。然后给你找，然后刚真的找。崔健美女要玩吗？崔健免费体验。这对甜甜是一个全新的人生体验。我要开始了。我一人穿50，差点点嘞。再试一次，你们要先付钱啊！玩游戏要先付钱的。
知道吗？推荐免费体验，免费试玩，是很多人选的。其实啊，不只是我看看，对吧？来试玩看看。哦哦，你们要玩一局吗？然后我们一人吹五次，玩一局100块十支箭。这个是整局，这个是整局。现在就是要瞄五号，瞄五号。好，那我先哦。要再高一点。来。可是这样上面的不够难吹吗？对啊，要不然你以为那么好中哦。可以，对呀。哪里？在了。哎，真的，真的差一点。哦，中了哎，而且还是他要瞄的那一颗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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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真的很厉害，你们两个。加油，甜甜！啊，差一点点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厉害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连珠拍一挑战，看看下看看喽，我们这一次中什么？耶！我们有吗？我们这样中六，我们这样中六颗，但是老板说中八九十颗才有，要中八九十。阿勇要跟老板说再见呢。所以没有。今天在巴德新的夜市游戏区成功哦！耶！请问你们拿到多少个娃娃？我们今天收获有2只猪，一个